我一会儿再进吧。找我什么事？说吧。我想去看我妈。帮我把衣服穿好。我不。 你为什么要做一个魔鬼啊？魔鬼？那你说我能怎么办？一边是我心爱的女人，一边是我的父亲，我还能怎么办？明知道爱情并不牢靠，但是我还是拼命。 明知道再走可能是煎熬，但是我还是相信只是煎熬。朋友都劝我不要，不要，不要拿自己的幸福开玩笑。但是做人已经那么累，假惺惺的想要逃，在爱里连真心都不能给，这才真的可笑。爱得太真。 太容易让自己牺牲，太容易不顾一切满是伤痕。我太笨，明知道你是错的人，明知道这是缘分，但是我还很陌生。走啊！走！
做了什么不合适的事，你别放在心上。阿雅，难道我们真的回不去从前了吗？小梦，你别逼我。我今天想去看看我妈。我今天没空。如果我们的故事回到从前。